歡迎到 PTS Steel Shop， 今日就為大家介紹支我哋最新推出嘅電槍。呢一支咧就我哋同 KWA 合作生產嘅 Centurion's Arm CM4C410ERG。咁我哋以前咧都推出過 ERG 嘅，咁呢支新嘅有咩分別呢？新嘅呢支可以為之進化版嚟嘅，喺準程度同埋射速方面咧都有所提升，而個後坐力咧亦都比舊嘅咧大15% 嘅。咁以前啲 ERG 啦就係前置電嘅，咁而家新呢支咧已經變為由係尾托入電噶啦。咁開俾大家睇下，連裝車仔頭啦，連埋個 fuse， 咁已經咧直接可以打11.1W 嘅電噶啦。咁再嚟睇下個槍身 ，Centurion's Arm logo 嘅 marking， 10寸魚骨，10.3寸嘅包佬。咁原裝已經配置咗我哋 EP Series 系列嘅配件噶啦，包括有前後準星啦 ，pistol grip 同一個大容量嘅尾托，咁咧就可以俾你放啲小工具啊，或者啲大嚿啲嘅電嘅。咁而且咧，亦都已經為你哋準備咗個雙邊嘅選擇掣噶啦。咁再嚟睇下個等級 ，EPM 外觀嘅款式啦。咁以前舊嘅 ERG 等級咧，你就掹個芯出嚟先至校到30飛或者120飛嘅。咁而家咧已經直接可以喺等級底度校噶啦。咁而家就大家去試槍。咁打完咧，大家就見到個推彈嘴咧就彈上嚟嘅，咁就達到一個咧自動吸電嘅效果。咁咧，當你插住新彈膠嘅時候咧，你要撳一撳個網球拍咧，先可以繼續打嘅。咁試一試連發俾大家睇。今日咧，介紹係咁多啦。咁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可以上嚟 PTS Steel Shop 度試槍。